我叫阿班，经营着一家修图工作室。哦，对了，这不是普通的修图工作室，工作室的全称是记忆修图工作室。简单来说呢，工作内容是将客户不好的记忆画面洗出来，而我在进入客户的记忆中，将他们的记忆修改成他们想要的样子。这张照片怎么这么可怕？你，请你帮帮忙，请你帮帮忙。好啊，但你得告诉我，你的记忆想要改成什么样子？那个女孩。是我的女儿，叫小许。半年前她失踪的时候，我就去警察局报案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直到一个月前，她终于找到她。她找到的时候，她已经满身是血，没有气息的被丢弃在一个废弃的房子里。所以。我要他开开心心的、快乐的回来我身边。我要他笑着回来，请你要帮帮我，请你要帮帮我，拜托你。好，我会试着去做做看。什么地方啊？你要跑去哪里？你要跑去哪里啊？是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女儿叫严许，前两天她就说跟网友去聚会，但是从那天晚上她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手机啊，我打过很多次，她的朋友都问过，但是都没有人知道她去哪里。请你帮我找找她。好，严先生啊，那个你说你女儿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她两天前就不见了。手机啊，什么也都打不通，然后朋友们也都不晓得他去什么地方，请你帮帮忙找一找。哦，别急别急哈，严生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找你女儿啊。你说她叫严？严许。啊，严许啊。警察先生，我真的很着急，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严生，你放心哈，刚刚你这样留这些资料应该就够了啦。那剩下交给我们警方就好了。
那就好。好，一切拜托你们了。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就交给我们吧。搞什么啊？到底有没有在做事啊？那不是。拍得很好哎、欸，你干脆去当摄影师算了。当什么紧张？你怎么知道？早就想转了。哎，你又喝酒了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刚刚一群朋友来，小卓，小卓。上次我们尿还喝不够吗？你是？上次是出去玩，不一样啊。知道了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。什么不用？拿去了。哎，兄弟也知道明算账的，就是。客气啊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欸、不要再喝了啦，以后去我局里，我泡茶给你喝了。一直喝酒伤身体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， 好了。你跟谁讲？你爸爸打你吗？安静点！我真的很糟糕。怎么了？你、欸、到底算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那里。对不起，请问我的照片洗好了吗？没有，我不想改了，然后我要把工作室关起来。你答应过我要帮我救我的小许啊，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把店关了？醒醒吧，你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，好吗？我不管，我要我的小许回来。而且你是修图师，你为什么会做不到？说话呀，为什么？我在问你话呀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那些就只是记忆而已。现实呢？他回来了吗？他回来了吗？
就只是回忆而已。是啊，那就只是回忆而已。也许我们无法更改过去的记忆，但只要勇敢举发，至少能让重复的悲剧不再发生。我们都是他人的记忆修图师。